你都没有拍，我还没拍。那你叫我拍，你不拍？先听你的声音啊！这个我不是说它有自动快进快快。那你为什么不拿下来弄一弄？我现在听到声音啊，我觉得它在。正常关它，它应该就正常了吧。嗯。我就是在想说，我这样子快快快快快快快，看它多久刮痕开始出现，一定开始出现。哦，快快快快快快，不理它。而且我觉得你有一天就会绊倒别人，或你自己。我就是自己觉得 social distance， 你会绊倒，你要陪我一根棒棒。这是你理论上，但你绊倒了别人，你一定有责任。就跟大车小车，有时候万一违规是小车，但他就是因为他是小车，所以他还是比较优势。谁知道是什么东西？嗯，就是线上买票。上下去啊！我们在写什么？我们在也是写这些字吗？背后，你看背后的 QR code。Carbonic 是加深。加深观光的选票。哦。所以手道啊什么的都可以。哦，那我们可以留着啊。是啊。只是问一下，这个线上，这个加只要便宜我才要啊。不便宜。不便宜。没有便宜。你要划加深的。搞不好加深多、欸。我们有要去吃这个吗？嗯。嗯。你是那个鹿肉与牛肉 Bolognese， 我觉得我一定可不可以欧摩里呀？我就是想要欧摩里，看起来很好吃。然后这个看起来也很好吃。不是，这只做中午。对啊。你明天午餐要吃啊？我就是问你说要不要啊？哦，好。但是。就是少走了一点点路，我觉得要走蛮多的。不对哦，午餐跑来吃这个，唉，明天早上拿凑满三张3000块，贴他吃。那我的袜子嘞？最后一天啊。哦，好哦，可以用是不是？到处都有可以用，我它的馆内利用券是可以，是不是？一定要可以啊！好，四十 Dana， 把费阿拉卡 is also available。你订的是这间餐厅吗？不是啊。哦，你订的是何时，对不对？对啊。这是那个把费呢？但是我怎么没看到这一家？它是把费耶，它是把费，我们的四十券可以吃，但是我还是不爱吃把费，太饱了。你还想吃把费吗？没有。刚爷一看我们两个中午吃的，就说你吃太多了吧，我就说不会。刚刚好，我说我吃两口，一下地面就没了。你爬山，你就变大石块了。很累啊。我没有。所以你刚好吃太撑也没有吧？也没有啊。对啊。我没有吃你那甜点啊，我已经饱了。哦，我吃下去完全没有太撑的感觉。所以你早上有爬，你就变大石块了。姐，他传了 FB 那个给我，但是我想说这谁？哦，艾斯，那就知道了。嗯。他是那个呢，我那天有介绍，我说我跟你讲他是台南。嗯。
是有穿那种穿少少在雪地拍照的那种。嗯，搞不好应该是他这里的乐园啊。搞不好之前时候逛他的贴纸，这种不知道。那我要把它加好，加到那个它才看得到，嗯，再看得到我们出去玩的，来调一下。嗯，高雄人哦，比尔以前念台大，嗯，只是不知道是研究所还是，因为他这这应该是成大吧，然后台大。以前就是想着，就是志向就是国外公司上班的，因为他不是有在美国上过班。嗯，就像你就是不跟你讲说去美国上班啊，不要，就是不要。因为去出差就去出差，今天虽然我是宅在家里的人，但我也觉得出去也太没东西了吧。你说美国？对啊，住美国还不方便吗？但你觉得日本还可以？宅在家里就宅在家里，要出去想搞什么就要。雅虎也没有日本，所以应该说雅虎日本不是日本，所以没有办法转掉。嗯，所以也没有，只有叫你要去美国，再去美国，就不要。我好怕起雾哦，昨天起雾好难过哦。不过今天没有戴面罩，应该就不会。嗯，但是不戴面罩脸就会很冷。嗯，还是我刚戴。为了不起雾撑家，应该也不冷啊。根据我的情报是负三负四，我刚只是因为外套内衬外套没啊，我觉得蓝色这件透风，欸，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灌风进去。蓝色，我快要跟我今天跟你穿同一件。嗯，它本来就不挡风吗？对，但它本身应该要暖暖的，但是它就所谓的暖暖的意思是，它会有保持空气的时候。会暖，所以外面要有个挡风层，它才会暖。我挡是挡风啦，挡风了，但它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在滑，就是给我一股风灌进去，我就一直觉得肚子很凉，我都这样压，我就压着肚子在滑，因为觉得很冷。那应该从正下方灌上去。啊，还有这个裤子，这裤子不知道有没有那个腰的那个啊，腰的那个我也没看，好像没有，因为我只剩那件，我可以把腰或者可以把翻上来。肚子也有包一层，可能也比较不会冷。对啊。那走哪边？好像移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去。就是下面有个岔路。就是去移收啦，是不是？要岔一个岔路才会往那个，最后才往那个。对啊。还有一样的。这边或这一边吧。前面的左边有路吗？没有。嗯？啊？难道是这边还要往那边走吗？没有啊。右边吗？我们不是一直都不是就这不就拱多了？拱多了下来就直接往西啊。没有，这里往左边。要去哪里？我说我们从来没滑过的那条路。哦，你现在要去滑那条路，啊？没有，现在要。我只是说我在看那个路线要怎么走。嗯。就是那里切过去的是，好，了解。但是待会我怀疑我们回不到这里了。要坐这个拱道才回得到。哦，那就不能太晚离开。3点半。
次吧。还是你要先滑一次，所以你很喜欢这条。不会，这条应该也差不了多少。回不去，回不去。滑下去以后，不然有个做法，就是啊，我们滑下去之后啊，我滑下去之后，我们走滑新路，滑新路，然后滑到最底下坐那个两人，两人缆车又会拉到中间，接着可以切去右边了。你说现在是不是？对啊，所以现在就可以滑新路。缆车往右边转嘛，是不是？所以要冲的吗？Gondola 好不好？好，坐 Gondola 可以吗？好啊，那靠右又要爬楼梯，因为太冷了。
中学啊，它有很多粉可以进去啊。哦，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坐那个椅子的上去，接着滑下去就了。然后是这个，但是我跟你说我要戴面罩，你是哪里听不懂啊？上去我不是讲了吗？我说我要戴面罩，我讲了对不对？你不是也答应我说好坐拱多啦？啊？我就跟你说我，但我很冷啊。好啊，好啊。那不然你去做那个，我去做那个。好啊。那要怎么相见？你要在那一个孔洞啦，中间的孔洞啦。我这个坐上去，滑下去会切去椅子的那个孔洞啦。你上去滑下来，你也是要切去椅子的孔洞啦。所以要在椅子的孔洞啦，椅子的孔洞啦，姐。那拱多少还是不用，就愧的二就好了啊，就是跟回家的路那个旁边的那个就好了。你说回家的路旁边？回家路旁边有个，你记得吧？你说还要往上坐吗？不往上坐怎么去椅子啦？一起坐上去啊！不是你滑下来，你最后你滑到那个地方，那里就是拱多少站啊？你要拱？不是。那个回家路的那个隔壁的那个缆车可以去得了，可以去得了宜兰啦，不行。你在讲回家？你说我们中午坐来吃饭的那个吗？不是。不然是什么？中午吃饭的在这里，这里还有一个缆车，这边是往下去拱多啦。这个缆车去得了宜兰吗？右边的两个拱多啦都是去，右边的。它是椅子，不是拱多啦，还是拱多啦？这个是一个 crate。我觉得是拱多啦。它是 crate。但是拱多啦在下面，到底听不见？现在到底听不见懂我在讲什么？你看那个地图上最长那个红线的下面，那里那一个拱多啦站，就是吃饭的嘛，昨天吃午饭的嘛。你滑下，你现在坐上去滑下来，是不是要用那个绿线切？接着会路过回来的缆车，接着再往下滑，就会到吃饭拱多啦啦，就是这一个啊。这个等会。我们现在在的拱多啦怎么在都是去这个山头，剩下的每个站都是这个山头的站。我说的是这一个吗？不是啊，对啊，我说的不是这个哦。我说的是在这一等。我知道，但是我刚你要上一艘了，不是在这一等。我刚只是想说，这个不是也有一个缆车吗？那个我们从来没坐过，你想屁啦！那个就在回家的车旁边那个，我们坐过、啊。这个我们坐过，我们坐过到半山腰。有啊，因为那个时候它关起来了，我们就坐了啊。我们关起来了，于是我们就坐了回来了。但是这个我们也坐过啊。没有。我印象中没坐过，坐过吧？那个什么时候坐的？也坐过啊，反正好、啊，照你讲的坐过好了，坐过。那要坐这个吗？因为我觉得最下面去拱多少那段很累，不想坐。好好好，那就约那一个。你知道哪一个哈？就是回家、就是、切下来的回家的车的那个。那个不是回家的车，回家的车的前面那个。对，回家的车的斜对面的那一个。对啊。那个、哦、不要去排队哦，因为你就先排队了，我就卡住了。就那个，
これラブソングにしてる。疲れあるよ。もう俺もやだ、早くありたいな。まあ多分なんとかの服は覚えてる。そうだな。お、あ、走るな。
慢的。然后结果那个慢的是中间的绿色山谷。嗯。绿色山谷。所以最后还是去做大的，是吗？没有啊，我先做两个，再做四个，都是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两个。我刚从cos 低下来的，不会很难的。哪个 cos？ 就旁边这个。哦。不怕了，不怕了，今天不会怕，这还好。哦，我看了半天没看到你，哎呦，等我一下，我的唱卡住了，卡住，我的唱，快点描述。时候我正还在那个四人缆车上，那你也不接，我会担心啊，因为我预期你应该比我快到。但是我就，而且我那时候在想说，糟了，该不会那四人缆车滑不过来吧？我想应该没那么沉吧，因为它没有很上面。结果下来之后看一看，横切就过来了这条路。
完全是练发真的，你是 easy pair 做一次滑下去，然后再做 easy quit 再上来。对啊。哦。然后接着再。那你刚刚去排队的时候，没有看到 easy quit 在旁边，有看到吗？啊？他实际上车的地方在 easy number one pair 的旁边啊。出发这个点是也。我知道有两个缆车啊，但是我走过去之后，看了下一个缆车。我还要推一推，我就想啊，算了算了，就懒嘛，然后就搞得很慢。也没有多慢啊，是慢多久？慢了五分钟吧。五分钟？好。我是拉到山底滑下来的哎、欸，为什么会比你快？因为你那个一孔都拉比较快啊。总之我就这样子，照这样子滑吼。就我刚刚的观察，奇怪，等等，我眼睛花，为什么我现在看不到我坐上去的Motorola在哪？我们坐上来的就是那个黑色的粗粗的虚线，那条是缆车，他还用个黑色的句号说你现在是坐在这条线上。我不是这个啦，我说Motorola啦。Motorola他没特别标。对啊，我就在问你说。他完全不标哎、欸。奇怪，我刚坐Motorola。它消失了，但是你看到那个人，对不对？没有画，对不对？哎，我脚都放着了，好危险哦。你干什么？太夸张了吧，踩别人的板。走啊，做错事不会道歉吗？你道歉就好啦，那你就要摆那个脸。但是你踩在我的板上。没有，我就站着啊，怎么了？你刚踩在我的板上哎、欸。对啊。道歉啊。那为什么往右边滑，他还写了一个 Kylie Course 啊？怎么会这样？他是说左边，不是说右边，他是给上面的人看的，不是给我们看的。哦，你说我方向看反了。我们没有看反，他是朝那边给上面的人看的。哦，我想说为什么还要 Kylie 啊？为什么又 Kylie？ 没有啊，我们是往右滑。要拍一张吗？好恶哦，随便你啊。后面没有。这样看不出来是雾的、啊，只觉得后面的天是完全白色的，都一片白。我要在哪里？啊？我。但腿不长，这样要长，腿长。那你要不要拍？不用了。你就可以撤降。降不下去啊，有卡住。这里雪太多了，降不下去。对啊，对啊，对啊，你学会了。我本来就会，只是有时候就是指不出来了。你可以后撤降，前撤降。对啊，我们就学会落叶飘了。其实练落叶飘也有好处哦，就是那个，如果我们一直学会这个的话，我们就要学会那个重心是正确的位置，然后完全不能用棒棒这样子。
走吧，去哪里？就直直走了。这比已经比东山跳的好了，东山刚山顶跳下来，才是跳到我都快昏倒了。啊，好费力哦！因为我刚刚那个速度就是好跳、哦，太跳了。哼，好费力。太快，但是慢的话又要花刹车的力气，很累呢。就是，今天还是很累。嗯，因为雪直的弯。滑这么慢好了。哎、欸，这样我也是在刹车也很累。你不要说你。没有跟着你啊！你先走，然后那个用你觉得最不累的话。现在走哪边？直走下去就对了。直走还是右边？左边啊。为什么？右边去哪里？右边我不知道是哪里、啊。这里是个双星黑线，路牌在你正前方。我看不到。我看到了。Number one 呢、欸？卢狮子 Number one。我们去看一下。我不想看。我只是想看。
走啊，只是就一路跳啊，跳跳跳，跳跳跳跳跳。好惨啊！又不见了，又跑到后面去。我们没那么灵活。就是说，你觉得脸太冷，加了面罩之后就开始。对啊，所以我们才会一直拉低。对啊，但是他还是会。他是有问题，是出发的地方卡在变速上面。都是人的因素，是机械。他们的人都是机械。
他刚刚先不拍，因为他啊线上是快速，然后下来这边变慢速。如果不会
去那一个我没去过，你有去过的庙庙？哪一个？啊？就是外面有一个钓鱼的那一个。哦。我阿舅就是的。哦。对啊。那为什么不要 Steamboat 尿尿呢？啊？为什么不要 Steamboat 尿尿？去哪里？Steamboat 啊，刚刚吃的旁边的餐厅尿尿。餐厅哦。因为那还要走好长一段啊。会啊。想进去一点点吗？光是连这个信树的左边进去，右边出来都做不到。真的吗？只进一棵树，出来。近一点点 啊，我们就近个两颗这样子，就好意思意思。是啊。我觉得还是不行。真的？对啊。没那么夸张吧？有，就是有那么夸张。那是球粉才要进去吧？是说，例如说在这里啊，原地啊，就是跳起来用，是用左边着地跟右边着地而已啊。而且他有强调说，你不要跳的时候在那边扭。你是，你很难形容，
跳的时候不是在扭，而是跳起来，然后着地的时候反就是这样着地跟这样着地。你说这样子往右倒，我就倒出去了。什么叫倒出去？我是说，比如说跳，然后现在是站在这边跳，这样子我就出去了。跳出去？就摔倒啦。你跳好，你用你左边的刃倒。不是嘛？不是嘛？因为这里比较斜，我也做不出来。比较适合练的地方是很绿的地方才开始练。嗯，对，因为我就跟你讲，这样子你跳起来了，往左边倒没问题，因为烧山。那你跳起来往右边倒，你不就撇出去了吗？转弯啊，比如说这个时候，然后像这样子，上没有施力，松松的，接着开始左脚施力，转的这一下的那个感觉，就是那个转的那一下的感觉。对啊，像现在是卡死，然后往前一点点，然后会有松，然后平常我们是顺着轨道走，但是你力道用大一点的话，就是好像要做到刹车这种动作，就开始有点接近像是小转。然后刚刚那个只是有影片说你可以用跳的方法练习，但是实际上不是真的要跳起来，而是现在是紧，然后转弯松，然后这样松，然后又紧，然后又松又紧，然后紧的那一下就是好像是这时候是紧，然后跳起来才会松松的嘛，对啊。或者是说，我们不是有站起来蹲下去吗？嗯。现在是要站起来，然后转弯，蹲下去，站起来，站起来就是松，蹲下去就是站起来又松了，蹲下去又是松，大概就只是这样。然后小转跟大转其实就是说。用的方法一模一样，只是大转你滑到很熟很熟的话，会越滑越熟，越来越快，最后就会可以变成小转。然后有人想要求快，想直接练小转，就是有一些辅助的练习。嗯，但是全部的滑雪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我也想尿尿。对啊，就都是上半身的重心永远维持在正常状态。下半身就是松紧跟选方向。对啊，现在这好冷哦。对啊，走了。哦，所以就是慢的时候就是练习紧松。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一开始先求就是你可以感觉到这样子做的时候会有一些许的刹车的感觉，嗯，就是你这个东西习惯之后，你就知道大概知道说我刹车的时候其实用不着这样子，也用不着上身扭啊扭，其实啊就是下半身这样子会快嘛，下半身突然间这样子它就会停下来了。嗯，然后身体要是习惯这种感觉之后，就渐渐的可以变成小转，因为你知道这样就会慢下来，就不会怕了。还很远啊，还很远，前面黄色盘不是啊，我说还很远。不要太过哦，那个时候会有一个练习上的毛病，就是说扭屁股啊。对，就是太着重想要去甩那一下就扭，
然后那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倒到最后自己姿势就跑掉了，例如说上半身会太朝上面，因为我就一直脑中想的是刹车。嗯，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校正，就是你要记得每次要刹车的时候你尽量要这样子刹车，看有没有办法做到。对、yeah. 对对对啊，其实这样子就可以刹车、yeah. 对啊，然后这一小段都还蛮适合练小掌，因为滑大弯的时候一直跳。可是我要尿尿啊。好，走走走走走。你先。你照你要的滑法滑，我自己要练小掌，因为我不想滑快。那你还要很久才会来、啊。不会不会不会，你就走就好。坐那个好了。
既然人家说比较快的话，哎呀，他就说慢死了，这个慢死。反正鞋子脱了，等一下可以走一走。一层又一层。对啊。